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挑战一下两个打火机互相穿越，怎么穿越呢？第一步，把打火机拿在手上面，像这样子，手不能松开打火机，仔细看，直接穿越，事情就发生在一瞬间，不要着急，从这个位置，一、二，嘘，直接穿进来，看到了吗？直接穿进来。好，重点不是穿进去，那有人说你给我再穿出来，不要着急，吹上一口气，从这个位置。瞬间就可以穿出来，哇，为什么会这样？来，想学这个魔术还不如这个魔术呢。接下来教学啊，教学啊，这个魔术如果你表演的好的话非常神奇，你看一二，看到吗？快动作是完全看不出来的啊，穿进去了。好，那是怎么做到的呢？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原理啊，一秒钟就可以学会。只要你这个时候一定要用中指夹住打火机啊，为什么要用中指啊？接下来你就知道了。这样穿进去的时候，这两个手指过来夹一下打火机，看到吗？大拇指松开，瞬间进来。好，然后这两个手指再快速的松开来，看起来好像直接穿进来，就这么简单。来，学会的朋友赶紧关注，我是小东，带你玩魔术。